蚯蚓了吗，先生？你喂了几条了，先生？哎，喂到刚好一斤半，喂到两斤。我感觉你可以稍微放上面一点，放外面一点，对，放上面一点点。一年不见。是那个洞吗？是的，两斤三两多的那个洞啊，是的。对，两斤三两八，是的，就是那个洞。那一天我都感觉应该不止一条啊，我说放引条后面没吃。我感觉中货了，中货了，兄弟们，上货。闻了没有？没发力。已经闻了。都说稳了，这么小多大？没有大的，大的啊，大的上大货了，稳了，兄弟们稳了，不知道有多大，不知道有多大，两斤，又是两斤，又是两斤啊，又是两斤，又是两斤，稳稳的两斤吧，两斤半左右，稳稳的啊，两斤半左右，两斤半左右吧，哦，稳稳的两斤啊，我这是公斤货了，是不是？什么？慢点，慢慢，我这是公斤货了，是不是？慢慢抓出来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来，走。这个不吹牛逼啊，不吹牛逼啊，不吹牛逼的，兄弟们，刚刚谁说我吹牛逼的？是吧、啊？给我站出来！棒棒糖大队啊，棒棒糖！是啊，我们的棒棒糖大队在砍着走啊，砍着走，砍一下，砍着走，砍着走，阿敏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